很多人把大虾买回来，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，不是做白灼虾，就是做油焖大虾，都吃腻了。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所以学会了一定要低调些，不要到处去显摆。看清楚了，首先我们用剪刀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，然后用你的右手轻轻挤压，然后再这样虾线就拔出来了。用这个方法处理虾线就会非常的简单。大虾处理好之后给它清洗干净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盐焗王风味调味料，然后用你的右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锅底铺上葱段和姜片，然后放入大虾，接着再加入半罐啤酒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煮五分钟左右，煮熟即可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非常美味的盐焗大虾就做好了，虾肉鲜香滑嫩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吃上一口真的太解馋了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